今日甲伊心了嘛，伊伫即摆状况，只要好好做好起，安时食药啊，你会较清醒就我通好起。你也对你家己有信心无？我嘛希望我会当赶紧起来，安尼你就毋免继续排着照顾我即个事。即句话你已经讲几落摆，啊，不过我算讲你阁讲七八摆，我下当毋也是共款。 我一定陪你辛苦，你照顾。伊就甲你靠护士。但是我永远无法度好起来。莫安尼悲观嘛。我只是做上歹的打算。啊，不过你嘛唔免用这句话，等到有时间。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啊。就算讲以后这条轮椅要陪伴我后半世人，我相信。 我会当继续做我的做事情。你要送啥？哼，当鞋啊！来个海边啊，无算食水的，都无算来海边啊。哎，你要送啥啊？出来送水啊！哼，我安尼是要哪算？ 行，了行，来。哎呀！你妈的，我会惊。别惊，你敢扶我着啊？啊！啊！你今麦感觉安怎？ 嗯，这就跟医生在讲的啊，这种什么水疗法，用水来冲你的脚底，去末梢神经，还对你的脚真有帮助呢。 自从就会感觉真美好，啊，不过我感觉着我脚底会刷一直流去，我惊我一直流去。袂啦，我袂你停咯。虽然我脚袂痛，但不过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好。只不过咱来耐心去等待，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来，等到你脚好起来。 我搁找你来做所在，而且大海来做见证，让伊知影你周小金会因为这摆打劫，都来堕落。我惊我会死。我无是要逃离这里，啊，不过我真正就惊，我无得好徛起来，我嘛惊，你别忘记我是。我有一家。 你的卤味，林雪，多谢你搁专工送过来。啊，其实阮妈最爱食卤味的啊，啊，即阵妈已经病超过小金足辛苦的，所以我想讲买卤味回家。要甲我捧着我直接讲，要甲这个说我你妈遐去，多谢你对我的支持。小金，小金最近状况安怎？嗯，一步一步，慢慢来啊，好好复健，我相信最后一定会好起来。
只是因为小金住院，所以我除了消防队以外，改转去公司斗三工。较免因为小金无伫个，所以公司也不拢乱糟糟。你辛苦安尼，希望小金能赶紧恢复。多谢你。啊，对了，阿姐我在听。唔免啦，在请你。啊。因为我阁有代志，想要拜托你斗三工。啊。我会当今日开幕，你若是有闲，再传来交关。没问题啊，我一定去。就要先来走啊！阿罗宾，紧跳你妈家。没问题。祝你生意兴隆。多谢。好，再见。新达，今日多谢你坐去海边啊，我真欢喜。谢谢。若是有介意，咱随时拢会去啊。你哪停落来啊？哦，无啦，行。